Hello，晚安，晚上好。Hello， 蛋挞 ，Hello， 小阿光和 QQ 男子 ，Hello， 阿亨 ，Hello， 雨辰 ，Hello， 小阿光 ，Hello， 熊熊 ，Hello， 卷权 ，Hello， 艾拉 ，Hello， 勾魂印蓝，晚上好，谢谢蛋挞幸运蟹。晚安，晚上好。谢谢谢谢小阿光的行李箱，谢谢谢谢四叶草 ，Hello T，Hello Mars，Hello 小薰 ，Hello Ricky，Hello Hello 小红，谢谢 T 的幸运四叶草。哎，我们很久没见面了耶，大家，因为我一个礼拜，哎。我上一次好像也是偏后面，就是偏星期六吗？我上一次是感觉很久没有见面喽，大家。Hello Rookie， 啊啊，我按到什么了？晚安，晚上好，谢谢阿红。上次是星期五，那就快一个星期了。Cool， 谢谢阿红的续费，谢谢。嗯嗯。Hello， 有西西喽。Hello， 半强。Hello， 莫涵。晚上好。我今天是一个，这是什么时候？这是早上化的妆，然后很努力的挺到现在这个晚上。好像化太粗了，哎，没关系啊。对，因为很难得，我真的是。对对，很努力的撑到现在，而且我刚刚就是云爵直播的时候有稍微参与一点点，然后我觉得后来就去睡觉了，然后对，然后我想说我先睡一个小时，他大概就是我是六点多的时候开始睡的，然后我想说大概睡一个小时，七点什么之类的起床，但是呢，就是后来还是睡到了八点，好像都会这样子哎，就是。其实中间也没有事情，但是我自己是想说，好像我也不用睡那么久吧，对，对，虽然今天真的很早起，然后，对，然后呢，然后我就想说不用睡那么多，但结果还是多睡了一个小时。有点鼻音，对啊，有点鼻塞，谢谢阿成的带你去流浪。这是 Kobo 的歌吗？对，哎，你听得出来 ？Kobo 最近破100万了，赖床啊，就是很想继续睡。而且我刚刚吃，就是其实我没有很饿，但是因为他们说他们要点东西吃，然后想说好吧，那我跟一下，就是避免自己就是。就是病人自己会肚子饿。就是牙膏，对，病人自己会肚子饿，然后对，我要讲什么？然后结果后来就好像有点吃的太饱，然后就是突然有点不舒服，就是有点胃很撑的感觉。但通常这种时候就是把它消化掉就好了，就是消化，然后。我就想说好，我就走一走嘛，然后站一站，然后他比较没有那么舒服的时候，因为我已经撑很久，我就很想去睡觉，然后我就去睡，对，然后睡了之后又觉得很累，然后就继续睡下去，大概是这种感觉。谢谢 James 的爱的烟火，哇，谢谢博晨的守护灵，对，而且那个面我也没，就是还没吃完。想说如果晚一点还会饿的话，感觉是不会了。谢谢初风搓搓你，原本想要睡觉，然后啊没有，原本是就是我去睡觉的时候就觉得，原本我绑辫子，然后后来想说啊睡觉，虽然我是尽量不想动到我妆发，因为我想说啊晚上要直播，那就是撑到底的话就不用再就是整理了，对。但还是因为睡觉，所以把它拆掉了。谢谢 Raffle 的行李箱，
谢谢咖喱的相遇，谢谢 Martin 的爱的烟火，谢谢 Martin 的爱的烟火，谢谢。Hello， 晚上好，晚上好。谢谢竹轮的枫叶，今天的衣服很好看，谢谢。就是有点夏天的衣服。谢谢初风初初你，很热哎、欸。谢谢。OK， 好。Hello， 哲伟。谢谢信伟的浪 life 应援团，谢谢。冷气都不够，但我不想要一天到晚都就是在宿舍开着冷气。对，我最想开冷气的时间点应该是就是化妆的时候，因为化妆真的很热。对，就而且就是会一直流汗，因为我如果说平常没干嘛，就是没有要化什么妆，然后就是流汗还好，就流汗就流汗吧，就没差，就是。对，然后但是化妆的话就觉得就是就已经化好，然后就是汗水可能会晕妆，或者是就是不舒服啦，反正然后就很想要开冷气，但是我今天就没有看到，就是他们拿了其实没有看到冷气的遥控器，因为我们冷气的遥控器是三个共用的，对对，然后我就想说好没关系，我就吹。谢谢谢谢阿红的美光灯，热到醒实在是不行，会耶，我也会。对，然后我记得就是去年也是，就是很容易热胀，可能累吧。然后我要讲什么？对，然后我就想说，如果一直开下去，先不管北极熊跟海龟，对，海龟是其他事情，对，吸管的部分，对不起对不起海龟，但是就是会觉得就是真的是。电费一下子就上来，然后觉得它没有很好，所以就是，对，就尽量少开，能不开就不开这样子。鼻子痛，为什么鼻子痛？听你这样讲，我决定把冷气关掉，没关系啦，你们。没关系、啊、就是省一下电费嘛。Hello 灯火 ，Hello 吴老爷 ，Hello 紫薇 ，Hello 小紫 ，Hello。去公司吹冷气，吹冷气，公司很卷。对啊，其实我已经算是一个不那么的往外面跑的人了，对。冷气配可乐，多么的完美！都开电风扇，但真的有时候吧，就是真的是很热，还是什么？回家的那一刻，就是回到宿舍那一刻，会突然很想要开冷气。打喷嚏，等一下。而且我鼻子就是越来越很容易打喷嚏，这样。救命！眼睛超。可能是夏天灰尘变多。对，通常会忍到洗完澡才开冷气，可是因为洗澡都很晚了，对。小心的喷嚏没有声音，对啊。喷嚏是可以控制声音的，还没有到捷运站就汗流浃背，对。真的难得哎、欸，就是，对啊，可是。就是睡到就是一直流汗，然后头发也会就是很塌吗？很热。你会水洗冷水澡吗？不会、欸，因为我不喜欢冷水。对啊。
挡住我自己的光。谢谢大头的红玫瑰，再热都要使热水，就是暖水吧，可能会就是冷水再多开一点，可是我就没办法完全洗冷水澡，对，就是真的是太冷了。Hello 晚风，Hello Moki， 谢谢黑杰克的会员票。这种天气不吹冷气，我实在是受不了。就是我的电风扇只为我一个人服务，谢谢电风扇。谢谢黑杰克的会员票。这个天气会很想吃冰，我刚刚也是超想吃冰，然后但是我后来选择了饮料，因为就是很想喝饮料。只为我服务，对。虽然它就是其实没有很凉，它就是偏弱一点点，我的电风扇。可是我对就是没有要再买一部的意思，就是谢谢它。后面的背景是宿舍，哎，我是不是？看一下哦。打个 IG， 都那电风扇，谢谢信伟的猪猪你。Hello 叶问 ，Hello 詹明丽 ，Hello Snoopy，Hello Alco，Hello SSK 忠实粉丝，谢谢。谢谢谢谢。每次电扇清一清，都感觉又活过来了。谢谢半奖的礼物，谢谢信伟的掌声鼓励。Hello 阿福，他就是要这样子飘飘的。谢谢瑞生的我来签到，是霸占电扇吧？没有，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电风扇，有时候他们也会拿出来，就是大家一起吹。但我的电风扇比较小一点。我刚刚有一个事情想讲，但我现在忘了。谢谢谢谢 ，Hello， 威如 ，Hello 甜饭团 ，Hello 超哥 ，Hello 胡颖 ，Hello 熊熊 ，Hello。强生 ，Hello， 谢谢勇哥的星辰，晚安晚安晚安，中和喵喵和，我忘了，没关系、啊，我要下播，我才刚开播，对，哦。我记得了，对，有人跟我说，对，我是因为我刚刚是看到一个留言，然后讲说好，等一下再回这个，对，就是那什么，哦，小晴前几天在 IG PO 的影片，小晴腰练得很有型，哎，很多人说我瘦了，其实没有，哎，现在是我比较胖的时期，对，我去年真的很瘦，对，我去年真的很瘦，但就是对，就是那个是正常，对，但还是蛮开心的。你们觉得是瘦的，对。但我现在有比上一段时间比较瘦一点点，也没有来回到正常。对，我上个月好像就是比较重一点点，但好像我不确定了。但是因为我有时候看你们剪的影片，然后我就发现哦，真的是不能在早上直播，因为早上直播真的是肿到一个点，就是也不是说我真的就长那样子，可是我看起来真的很肿，哎，就是整个是肿起来，而且我现在也肿。我刚刚吃完牛肉面，我就开始就是脸颊有开始就是有种硬，就是有种发胀的感觉。我想说哇，我居然能够感受到脸的，就是我的脸部居然在
重，因为有时候就是到晚上的时候，你小腿不是会有点就是硬硬的，然后就是有点胀胀的感觉嘛，就是因为你的就是小腿开始就是肿嘛。然后我刚刚吃完牛肉面，我居然觉得我的脸就是这一块，还有后面，我虽然我不确定了，就是后面这里开始就是胀起来，我想说这什么，我要开始变肿了吗？好像是有一点。水肿不是隔天的事情吗？不一定欸，有时候是早上，有时候是晚上。谢谢建谷的闪光星星。对对对，早上多少会水肿吧？而且，就是，我说什么？就是早上，像是我之前不是很早直播吗？然后就是会比较晚起床，就是可能我，例如说我。今天要直播呢，可能我前一个小时我就会开始就通常我是提早一个小时就是开始在就是一个清醒的状态，对，正常来说，对，晚上就还好，晚上就本来就醒着嘛，然后但是呢早上的话真的没办法那么早起床，然后就大概6:30才醒来，有时候可能40分这样，然后就没有时间就是那边推推啊，然后还是什么喝就是黑咖啡啊，什么红豆水消肿，真的是没有办法这样，真的是为了早起，对，对，然后就真的很肿，对。但我当时候就可能看，就像你看镜子一样，就是镜子，你可能没有发现你自己，就是你可能还是会觉得，哎，今天好像还好。然后后来你看照片那样，然后或者是说看影片的时候呢，就是会觉得，哎，真的很肿哎，这样。后面总不是水肿吧？我不知道，没关系，就是，但没办法，就是东西就是都会流出，就是流下来这样。消水肿真是很麻烦一个功课，就是其实我也不太会，就是我后来是真的觉得黑咖啡是有用，但我也知道一件事，就是我没办法喝很常喝咖啡，就是其实我身体好像没有办法喝咖啡的那种类型，我后来发现了。但偶尔我就是会突然一个就是自虐，对，因为喝咖啡就是会心悸，对，我其实知道，但有时候会忘记，然后有时候就是特别想要喝一下那咖啡的感觉，对对对，嗯，对，就还是会去买，然后就会不舒服，就特别是早上，就是你空腹喝的时候会特别严重，就是。心悸，然后但是有时候就是啊，我忘记了这件事情，然后就去喝黑咖啡啊，嗯，然后对就会不舒服，就是自己自虐，对。冰敷吗？对，冰敷也有用，对，薏仁可以消，薏仁效果不会，就是可能会有效果，但它没有那么厉害，就是我们比较常就是在我们 TV 的话就是。大家都会比较常用的是红豆水跟黑豆水。我以前有黑豆粉嘛，就自己冲的那种，我觉得还蛮有效的，它就是真的蛮消水肿。但是我现在已经用完，所以我就没有这东西。然后，比较常看到我们就是拿红豆水吧，因为有时候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喝黑咖啡这样子。我发现面越来越塞，哇，多嘴塞，超搞超搞。对啊，我知道我不要喝，可是就是有时候就是想要喝一下那咖啡的感觉，什么欧蕾什么之类的。红豆跟黑豆的差别是，就是红豆跟黑豆味道不一样。而且消水肿这种东西真的是很因人而异，对。有可能今天有效，今天没效，今天他有效，他没效这样子。对，不要吃太咸，也能够改善水肿。红豆水喝起来，我没有很喜欢喝红豆水，所以其实有点忘了。对，我觉得红豆水不好喝。嗯，7月15日生日，生日快乐，冯佳人，生日快乐。对，会心悸，对啊。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想要跟你们说，对，就是
就是因为我相信就是有些人就是蛮喜欢我关于早起这个企划的，但我希望你们就是很谢谢你们支持，然后我也觉得就是因为我就是自己做这件事情也是蛮开心的，就是那一段时间，对，就我觉得是一个蛮创新的企划，然后也是的确有改善到我的就是早起的习惯，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就是因为我做了一个企划而去就是一直跟就其他成员说，不是说他们跟我说什么，只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他们也会有点就想说，就是我虽然是我这样做，但不代表别人也想这样子做，所以大家不要一直说，哎，那小群也可以，你也可以啊，就是不是说他们不行，就是没有这个想法，就是没有，也没有特别想这样子做，就是也不是说他们不能这样子做，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去别人的台那边，然后一直说，要不要试试看七点起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留意一下这个部分，对，因为他们可能也不知道该怎么回你，因为也不是说不能，但是就是也没有特别有这个想做这件事情的想法，就是有点不知道要怎么去回复大家这样子，对，也没有问，不是，也不是你们问的问题，就是我知道大家有时候就是开玩笑，或者是说就是有趣啊，就是提议一下，就是也不是问的问题，就是想说就是大家的感受不一样，就是可以去沟通一下，对，没有没有，不是问题，这些都不是问题，对，大家当然是可以提议啊，今天就是有谁说哎谁谁谁跳的那支舞我觉得也蛮适合小强，可以试试看，当然我也是可以就是试试看，但是就是现在是我早期这个企划的话，就是对啊，就是有时候你们不是也问我，就是可以叫谁一起来啊，就谁他可能也还没睡啊，或者说他也可以早起啊去改善他，就是没有必要，对，就没有必要，就是这些东西都是自愿的，就是大家看起来也没有想早起嘛，对啊对啊对，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意一下，对，什么在意一下，我在讲什么，我今天讲话怎么了，对，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知道这样子，救命！小强要不要半夜三点直播？不要，我要睡觉。大家的就是的作息跟时间表都不一样嘛，不是每个人都就是那个时间有空，又或者是说适合就是那个时候才直播，因为我们自己排直播就是以我们的时间，就是当然是我们有时间才开直播嘛，就不可能我们很忙然后我就开始做，所以就是那个直播的内容跟这时间其实自由度也已经很大了，然后就是给我们去决定，那就是还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就是可以配合我们的时间吧，对，嗯，互相尊重，对。中现在中还没有没有守护女神，三点真的睡了吗？睡啦，那么累，谢谢 Rookie 的掌声鼓励，对，互相包容，谢谢。因为我知道就是怎么说，就是大家好像真的蛮喜欢这个气候。甚至说会过来问我说，哎，你要不要早起，你要不要继续早起，六点五点，不可能不可能，我没办法那么早起啦，就是我有时候真的是很晚回家，就是我也不想要状态不好要见你们，然后有时候也真的是没有空就是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就大家体谅一下，对，不可能，而且我也不想要你们如果是什么四点还要就是有些人真的想看，说我要跟小杰一起，我要挑战自己，然后四点，然后都没，就是怎么办？忘记睡觉了，好吧，撑到四点，就不要这样了，太辛苦了。对，好像八九点蛮好的，就是我说晚上八九点蛮好的。西雅的六点，他就是有些成员可能就是很早起，然后开直播，但通常大部分都是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有些时候啦，但我那个就是单纯的是我在那边爱玩而已，对，所以就是还希望大家就是可以配合我们，对，
对，然后好，然后还有那个，我想要继续跟你们分享关于我的那个新的 cover 的事情。然后就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看，我就是最近就发了一个，就是舞蹈 cover 是 aespa 的 illusion， 然后好像还蛮多人喜欢这个 cover， 让我蛮惊喜也蛮开心的，哈哈。就是那天宿舍都没有人，所以就是偷偷在角落里面然后拍了一下，但是因为我没有练，就是我没有学很久，而且是自己学，然后就有点怕，而且我第一次跳 aespa 的舞，然后而且有点怕，就是没有很好，对，然后拍了几次这样，然后对，然后其实我就是蛮随意，但好像就是大家还蛮喜欢的，然后我就很开心，对，你们可以多分享多宣传，然后呢，对，然后有人说就是。没有，因为我回去看，然后我想说，因为真的很热，我开着冷气跳，然后就一直流汗，然后后来我就放弃了，那是最后一卡，然后就想说算了，就这样。然后我跟你们说，我要分享给你们看，我做了一个，我居然没有打开吗？天哪，怎么这样子？等一下哦，就是我做了一个影片，但是我觉得它应该不能发，只好直播的时候。我放一下，你们等我一下，可能会有点小卡，等一下。等一下，哎，我卡住了。Okay, okay, okay. 好。Come on, can I do it? 谢谢轩的追踪，谢谢。我不知道会不会被骂，就是，就是娱乐娱乐娱乐，不好意思。我跟你们说，我真的是。觉得很好笑，就是如果你们想做的话，你们可以就是自己做。我就做了一个影片，然后觉得很好笑。希望 aespa 粉丝不要生气，但我不是没有恶意，就是单纯的喜欢而已。等一下哦，这是什么？哦，我先下载好，等一下哦。下载一下这个影片。等下会不会把你们的期待值用的有点高？不用那么期待，不用那么期待，放低你们的期待值，放低你们期待值。但是我蛮想分享的，所以啊，去哪里了？那个吗？哎，不是不是。降低，在哪里呀？哦，在，哈哈。等一下，笑死！啊！哎呦！我真的觉得很好笑。啊！这样能看到吗？猜一下这个。这是 aespa 的那个舞蹈影片。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是第五个成员，救命！真的很好笑。我就是把自己去背，然后加入他们。因为四个人，我不是故意抢 C 位，我真的不是故意抢。可是因为四个人就是他们的镜头已经就是排得很好了，然后就是旁边没有位置，所以我只好占了个虚位。然后中间那一段直接把卡琳娜挡住了，救命！我不是故意的，很喜欢卡琳娜，对。我觉得救命真的是蛮好笑的，而且我又把那个就是那啥那个远近做完，对，但是我想说他应该算了不要发了，但还是蛮想分享给你们听的。不要发，不要发，但蛮好笑的。对，我只是想讲这个而已，而且蛮满意。就是对，毕竟我跳了好几次，对，就是最后一卡，就是最后满意的卡。对，谢谢阿卡的卡，好你哦，谢谢。对啊，希望对啊，看未来有机会的话，可以就是多 cover 一点。谢谢海海臭臭你，哈，还有谁敢说我？只有甜，可恶。哦，然后我想要分享一下对这首歌，就是谢谢小强的臭臭你。我之前应该跟你们分享过，就是自从看了aespa 的那个。官方的那个影片之后，就是有比较对 aespa 这个团体的定位，就是比较有了解一点点，就是他们的设定，对。然后我就觉得从那之后，我就对他们的作品，就是他们新出的作品，就是有点期待，就是想说，对，因为他们又快要出新的，已经出了，就是现在新的是有一首歌叫 Girls， 但是那首歌我。就是比起那首歌，我更加喜欢他的另外一首是叫 Illusion， 就是我 cover 的那首歌。然后那首歌的 Illusion 的中译吗？中译好像叫鬼火，对，虽然 Illusion 不是鬼火的意思，但就是他中译歌名叫鬼火。然后他不是有这个动作吗？而且我放太高了，应该是在这里。然后我就想说，哎、欸，很厉害，就是怎么会编舞想到这个，就是。他应该是想要，就是表我猜啦，表现那个火在摇晃，而且就是这样子不好看，就是他们应该是控制的很好，我觉得好厉害，对我这么大，谢谢，厉害，就是而且就是他们的编舞都他们有放，就是网络上可以找得到，就是编舞的 demo， 然后叫 demo 吗？对，然后有两个版本，就是有两个编舞师合作起来。两个编舞版本，然后合起来的就是现在这个版本这样，然后还有可能在一些修整跟调整吧，对，然后就是都很厉害，然后就哇，真的很厉害的一个作品这样子，对，我在想啦，这是我的想法，而且它很有那种神秘吗？就是。不知道早安人自己觉得，就是我真的是早安粉嘛，就是早安超女主的粉丝，然后早安的歌都怪怪的，呵呵自己讲，但是就是会很容易被那种怪怪的曲调然后吸引住，然后我就觉得虽然没完全不无关，就是我也没有特别觉得就是这首歌怎么特别早安，没有这种感觉，但是就是也是那种怪怪的感觉，就是还蛮喜欢的，对，是好的，是好的意思的怪怪的，就是对。就是有一种暗黑的，然后神秘吗？好像有点词穷的那种，
那种阴森的，也没有叫阴森，但是有一种紫色跟黑色的颜色彩的感觉，就是对那种调调，对，然后对我很喜欢这种对异世界感的，对，但因为 aespa 的设定就已经就很这种感觉了，所以就是不意外，然后对，然后我也很喜欢那种奇幻型哦，对，那好像是这样子哦，我很喜欢那种异世界感，那种很精灵啊、妖精啊，然后异世界啊，然后梦幻啊 ，fantasy 的感觉。那段旋律缓缓给人的感觉吧，对。而且他们有一首歌，因为前面的我都没有到，前面的都没有就是抓住我的喜好了，就是前面的歌我觉得都就是很好听，就是我后来知道他们的故事之后，我就就是有比较爱听，然后而且因为 Next 他们有一首歌叫 Next Level， 它是一首拼接歌，我觉得拼接歌就是比较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就那个时候还好，然后后来知道他们出了一首歌叫 Savage。就是，对，然后我想应该蛮多人听过，然后我真的有被他们的编曲有喜欢到，对，可以跟你们说我喜欢的点，推给你们。音乐来说，那时候 Winter 真的很可爱，就是这个造型。虽然他们就是真的很怪，就是他绝对不是那种轻快，就是对，好，他是好听，但是不是那种就是很鲜艳颜色的好听，对，他不是那种感觉的好听，但是他是另外一种的曲调，然后然后我被他吸引是，我觉得后面可能比较听得清楚。它其实一直都有，等一下。我真的超喜欢这个背景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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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噔噔。是不是要听 off vocal 才听得出来啊？应该超明显，就是我真的完全被这个编曲抓到。然后自己变了。然后这边是偏副歌，所以它就没了这个声音。然后这应该是副歌前。这里还好，但你就是慢慢的习惯这个比较空一点的小小的曲调之后呢，我真的是超级喜欢那个后面，然后他说很棒哎，就是超抓耳嘛，对，
就是那个 fantasy 的感觉，奇幻感，奇幻感，对，对，反正就是我喜欢的点在这里。抱歉，但歌也很还不错，就是很，很有亮点吧，很有 point， 对，它不是一首很有起伏的歌，对。他可能啦哒啦 ，I'm a savage， 哒哒哒哒哒，然后副歌是 Give me， 这是副歌吧 ？Give me， give me now， give me， give me now， 然后也是平的，对，然后秒杀那个变，那个突然变回去，这是一个很小，只是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噔噔噔噔噔噔而已。他好像可以再推你们 ，Westa 也有一首就是超级，但有点忘是。是什么呢？咩什么的？好难哦，突然忘了他的名字。我找找看，但也是很游戏的一首歌，就是，等我一下哦，我该不会把 KKBOX 删掉了吧？就为了。清空我的，真的假的？哦，好吧。你们等我一下。Westa 也是，因为 Westa 其实有对 Westa 有几首歌也是蛮，就是游戏感的，因为那段时间就是走游戏，有点晚。对，就是他们的风格，他们歌曲风其实还蛮，蛮广的。就是应该不是说曲风，是那个主题。对，这很难找哎，因为我忘记名字叫什么。反正 ，Stand Alone 那段时期。你们等我一下，可能要给我一点时间，希望你们不会介意我这样子，就是有点没有讲话，然后也在找，但是我真的很想要推荐给你们，所以你们等我。哎呦，我怎么办呢？等一下，我来想想。最习惯的人，对，是不是有点久没有听我提起？其实好像很久没有推荐歌的感觉，对，但好像快要找到了。但其实，对啦，其实因为最近就是不怎么就是在听就是新的歌曲，因为最近就是我最近也没有到，就是一直听到新的歌曲，就是没有接触到新的资讯，所以好像推荐来推荐去都是旧的歌曲，对，是这个吗？不是，还记错歌名呀、啊？他会不会没有放在他们的 YouTube 频道 ？YouTube 频对啊，频道对。
这个就已经很，但这个不是，这个是那个跟你讲 overture 的那种。啊，新歌可以推荐，因为喜欢你，我真的很期待他们的，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他们的 MV， 对，是不是还没有看到制服？对，但是那个我也很喜欢他们的私服，就是很可爱，很有夏天的感觉。AKB 的神曲，的确。而且我觉得就是有这种喊 call 的部分，就是要啊的意思，给跟你要那些口，这些都保留下来了。然后就是也很，我觉得这种对喊 call 的就很适合 Daisy， 就有那种活力的感觉。我好气哦，怎么都没有找到，怎么真的找不到？我记得他的歌名真的很难记，就是英文吧。啊，不是，他是片假日，他是片假日，所以就是我没有办法记起来，完全。啊哦，好啦，再不然想到的时候再推荐给你们好了。好啦，对啦 ，OK 啊，没问题啊，这很难过，就是想找的东西没找到，有点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两年前是2020年。好啊，推荐他们新歌。他们新歌就是，他们新歌其实不是那首，哎，算是吗？但主打好像不是那首，我曾经有在 IG 上提过，就是他们有一首新歌是。我看下面的留言，其实我是，他就是 Sora to Sakana， 就是天空与天空与鱼，对，然后他就是非常复古的 MV， 然后我那时候就说，就算你240P 看，就算你今天没有网络，然后240P 看这个 MV 也会就是也觉得没什么差别的部分，因为他真的是很复古，他的那个 MV。在板蓝线的节目上有看到我好认真，真的假的？天啊！昨天？哦，应该还好吧。我昨天好了，然后对，我昨天在干嘛？对，我在，因为我对我在背歌词，对。希望你没有，现在我没有很狼狈，对。对，我在想我昨天有很乱吗？好像还好，希望没有很乱，对。谢谢。我应该没有唱出来，因为就是不太好，就是怕影响到别人。本辫子很可爱，谢谢。我昨天本来绑了个侧辫子，然后后来觉得啊，好像还是有点蛮乱的，就突然很想绑侧辫子，但是就是啊，好像蛮乱的。然后后来我去公司，我又把它裁掉了。你说我一直在做小小做动作，对，因为我在练舞。啊，真的是，对啊，我就是那种在健身房练舞的人。一边听，然后一边练舞，对。但很小啦，我没有打扰到别人吧？希望没有。宿舍是什么？就是因为这是宿舍，现在我在宿舍，然后就是 streaming room， 就是宿舍直播间。
对，如果我跟别人在一起的话，我就会跟他们聊天啊；没有的话，我就是在听歌或者是在练舞。对。背歌词的时候会唱吗？要哎、欸，但是不会，因为在外面就不太会出那么大的声音。但我没有出声音的话，我很难就是背起来。有一只虫，啊、它也不是蟑螂，但是它是什么？它好大只。怎么办？还是就算了。嗯，自生自灭，好好好，就这样。张爸爸，张爸爸，我去找张爸爸。你跟着我。去哪了？救命！他去哪了？还是其实不用去找张爸爸？他不见了。是不是不用找你？但是有一只蟑螂？不是哎、欸。什么？那么大只的，不是那么大只了，就是，但是它不见了。在直播吗？对，我在直播。啊，对，那是什么？那是可以用手抓的吗？看不到。这里，它是什么？那里有东西。拉呀很好，放蜘蛛吗？它不是不知道哎，在这儿，它在下面吗？它掉下去了吗？我不知道，你有看到？哎，在这里，哪里？这里，瓶盖，它在转圈圈，它好可爱哦！天哪，它在干嘛？它是蟑螂啊！哦，它是哦，吓死啊！不要，它也太小只了吧？哦，对不起，它黄色的，没有啊，不然各种样子啊，很开心那种。夏天，我讨厌夏天，冬天就不会有嘛。德国蟑螂，我这样就是你能看到的吗？黄色，它是黄色的，小只的，是的，美洲大蠊，好吧，我没有到很，对。刚出生的那有更大只的在附近，呵呵呵，张爸爸。啊，到处都没有蟑螂，你在都市里面。对啊。看有多大只。没事啊，我们两个是敢杀的。指甲片。对，但我不敢抓而已。你就这样回去了，好，再见。真难过。谢谢。好，他走了 ，OK。有一个杀虫剂的味道，就是我不想碰它，因为我不确定它是什么。如果它是蜘蛛的话，我就会怕，因为我真的不敢蜘蛛。蜘蛛真的是会怕。蟑螂是还好，就是不会怕，不会叫，会不会叫，就不会尖叫，然后也不会吓跑，但是不会想要碰到它这样子。对，被蜘蛛咬会变蜘蛛人。Oh my god！ 先不用了。OK， 好。哎，我就这样默默的听完这首歌，大概有真的有吓到我，就是我不喜欢那种突然出现的东西。对对对 ，OK。对，突
对啊，哦，反正就是那个《Sola do Sakana》就是一首很舒服的歌，然后它还有水的声音，好像没有，我忘记了，但它的就是很推荐大家可以去听这样。嗯，谢谢北极星的红玫瑰，谢谢谢谢红包，谢谢。我是不是也可以抢？我最近因为换了个图案，我都对不上。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红玫瑰耶！要抢吗？没关系，你们玩，你们抢。我随缘对啊，新的好难哦，我刚刚在云爵台，因为我毕竟我是合同帮这样子，然后就是都抢不到，而且它还卡住，就是我手机卡住了。对，居然吗？居然换了图标之后比较好对吗？新的没对真的说对啊，对，但是有他有增加这个抢红包的乐趣，对吧？有吗？我不知道哎、欸。对，大概是这种感觉。对啊，还有什么可以推荐给你们的呢？但我最近就是还真的，反正就是蛮想要大家推荐给我一些歌。对，然后我就是在听老歌。我最近在听 K-On 清音少女，大家有听过吗？天哪 K-On 金岩，对，然后还有有在听歌吗？没有耶、欸、就是一些那种我一直都有在讲的那些歌。对啊，突然很想就对啊，就是从距离上次我还是很喜欢致你跟清醒吧，就是对，有在那边晚上 K 歌，嗯 ，K 歌很老，K-On 很老嘛，对，然后，对，看最近流行什么，然后跟风听这样，喜欢讨厌你很清醒，是 Kiki 来吗？对啊，喜欢 K-On 什么歌，我都很喜欢哎、欸。想要听吗？哦、oh, ，可以呀、啊。Listen 吗？太大声了吧！我看一下，我有什么啊？你们听那个吗？丁书机。我的恋爱是丁书机。这其实没有到很红，但是就是还蛮喜欢，就是算是。我记得这首歌是那个啊，林 Mio 他写的，就是剧情上面。我以前很爱模仿，就是 U 就是平泽。是我的手，是有点黄啊，是吗？还是只是我的看起来是可以？对吗？你有就是一个看起来高冷但是很少女的人。晚上好。
谢谢中华妹妹的手工饼干，谢谢阿 Kia 的看好你哦。嗯、我的青春，对啊，有什么歌是特原粤语的歌？而且粤语的妹妹是双胞胎，真是。谢谢阿晨带你去的麦。有什么歌是还是花花 time 花花 time？ 来看看小幸福，为上班的老人辛苦了。但我没有特别喜欢，就是喜欢，但是不是最爱那个。米饭是配饭。啤酒节，进口啤酒，赶快畅饮！啤酒任三件。等一下。对啊，还好。欢迎花花太。啊，青春！来模仿一波，但我现在声音没有很好。以前不会唱歌，就捏着那个嗓子唱。就是可能是因为是很喜欢 Mio， 然后那时候是超想学 bass， 学 bass 真的很好听，咚咚咚咚，那低音。我要一直捏着这个喉咙唱完这首歌。Yay!
我觉得现在不像，觉得好像有点就是长大了，就是声音没有那么尖了。然后，对，也不会这样唱，就是都是假吧，就是那个时候不会怎么唱歌，就是都这样子唱歌。君を見てるといつもハートドキドキ揺れる想いはマシュマロみたいにふふわふわ。这样很容易不太好，对，是没有伤，这没有伤喉咙，这因为完全没有处理，就是一个，对，这没有伤喉咙，对，就是只是它不是一个好的声音，对，它不是一个好的声音，对。君を愛でるといつもハートドキドキ。不是，因为这个就是有点装了，对，就是模仿声音的感觉，就是这不是我唱歌的声音，因为其实实际上唱歌跟讲话应该就是声调会差不多才对，对，但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我唱歌比较高音，我不确定啦，但也没有到特别去，就是我唱歌就那样，对，对，就有点装了，对。因为不是本来就这样，很像一边模仿 Mina 一边唱歌，但 Mina 也不是这样，因为我觉得 Yui 多一点气音嘛，哗哗大，就是很软绵绵、很软绵绵的声音。然后，对 ，Mina 就是娃娃音，她的娃娃音，对，选的歌影响比较，对我是偏高的，对。我是算是偏高音一点点的，对，我以前觉得我讲话没有很高音，就是我觉得我讲话先偏中，没有低，但是中，然后想说音域也还好，但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因为我们的歌 TP 的歌其实蛮高的，练就是可能会有真的有帮助到，就是音域再拉广一点点，对，而且。对，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好吧，就我以前想说我声音应该没有不算天嗓，但我后来接受了这件事情，应该算是偏高的，就是不能说是高音域，但就是以正常来说，就是不到中，不到低，对。练练看，握手会上讲给你听，好哦。那希望软绵绵不会就是。不知道，我真的觉得我耳朵越来越不好。然后今天有人跟我讲话，然后也是就是有点含糊，能听不清楚。对，低音的时候会比较吃力，不太擅长过低，对，低不下去。但还好，也还好。对，对我低比较弱一点。今天有人叫我没反应吗？不是他们讲话，但是我听错了，就很爱听错，对。一直冒哈的，好，我这好没事。君を見てるといつもハートドキドキ。我也不适合低音，难说。我可以继续加油，就是这我的目标就是都可以这样子。对啊，这日常。口号を見てるといつもハートドキドキ、ありがとう。いつもハートドキドキ。全英语歌手，对啊，加油，加油一波！哎，我刚有看到一首可以推给你们，大家都知道我喜欢卓璇。卓璇有一首歌叫《二十》，陈卓璇。然后，对我真的我哦，就是我后来就觉得我很想要跟他一样，因为陈卓璇就是他也是一个，他也是狮子座，对，然后他也是偏甜嗓一点，但是他就很怎么说清澈且有力度吗？就是。他没有到，他不是那种很厚的那种声音，但是
他就是都很稳，然后我忘记怎么去形容了。对，他六月的时候出了一首歌叫《二十》，是因为他们那个团要毕业了，就是他们要解散，他们限定团要解散，然后他就是有出一首歌叫做《二十》，然后我觉得他歌词也很好看。单纯觉得他真的很啊，今天闪亮的幸运问题非常低，因为就是想要有气势一点，对，不想要太高音，就不想要。对啊，有段时间拒绝当甜蜜，就不想要唱歌，就是给人一种就是比较甜的感觉，就是。然后有部分又觉得又怕别人觉得哦，就这样娇大大的一个女生就。不想要当娇大大的女生，所以就是想说有气势的，而且不会破音的程度下喊出一二三四，然后结果变超低音这样子。Hello， 晚安。唱歌老师，然后因为我很想要学唱歌，然后唱歌老师跟我说，他觉得陈卓，他帮我分析陈卓轩，然后他就说，他怎么说？他是一个气很长的歌手，对，而且我有一首很喜欢的歌，然后他音域超高，听说他在录音的时候也觉得挑战，就是很大的挑战，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但是他还是就是很厉害，就是他有就是虽然这个那首歌没有现场表演过，但那首歌真的是很厉害，就是音域拉很高，就是低的时候很低，然后高的时候很高，然后他的左高什么很厉害，令人羡慕，什么风格都可以驾驭，很令人羡慕，谢谢。但还没有啦，我还有就是很多就是。没有，像是摇滚的歌，我就觉得自己还没办法驾驭，就是不够厚到可以撑起那个风格，然后觉得很想要去让自己多学一点，然后让自己的声音再稳定一点，然后就是去那个可以唱一些比较厚的歌，因为我声音真的是偏甜一点，对。声音低下去好像比较让人羡慕，对啊，但我也想要成为就是那种可以拉广一点的人，对，所以我后来就是自己去找唱歌老师，然后学习这样子，对。但是这是最近的事情。对，就希望就是之后如果练好一两首歌的话，可以就是再展现给你们看这样子。我在练，最近在练假音了，因为我假音真的很弱，但是最近好像有好一点，就觉得有看得到自己的成长，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死唱是还好，对。谢谢蛋挞的卡航油。他决定去闯一闯，就算要成风。明年超级月亮出现的日子会在我生日那天，真的假的？呜！我的声音很特别，蛮好的，真的吗？昨天的月亮很大，我有看到，我有拍照哎。就昨天比较晚回家，然后谢谢塔比塔罗的告白气球，阿利亚诺，阿利亚诺在吗？就是比较晚回家，然后就是习惯性的会看月亮，对。
我忘记我手机是没电，我很常这样，就是回家手机没电，对，然后就是又走一下。我上一次也是刚好有时间，就是去散步，就是应该是说，我比较早下班嘛，好像是。然后回家的时候，就是因为后面没有事情，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再就是下，再下就是晚下一个站，然后再走回去。对，然后就是一边走路一边去看看风景。对，对，很长，就是有一段时间没有这样做了，所以就是想说，哎，好久没有看，然后我一直找不到月亮，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段时间，可能那个方位不对，对，就是完全看不到月亮。然后这几天就是月亮比较圆一点，对，就很开心。然后我看到很圆的月亮，我就可能会就是把它拍下来，但拍下来不一定存着，因为就是我的手机真的很容易没有容量，就是偶尔就会删一下。还有记一点声音，谢谢。超级小太阳跟超级月亮，嘿嘿。比月亮？不会吧？哎，后来人家不是说都会，就是不要手指指嘛。然后我讲，你看。今年嘛，哦，今年我以为是明年，真的假的？而且我有测今年，就是今年我运势好像啊，这样讲出来会不会没有？但是听说，就是我生日那天我运势还不错的样子。香港也有这个说法嘛，好像一直都有这个说法，但是我都没有信。对，嗨，张法法，你要开箱了。你看，他指月亮会那个的，对，耳朵流血，怎么讲的那么现实？没有，他没有的。然后我就说，就是所以我就不用指的，我就这样。你看，那边，你来捧圈，对啊。合作流血是哪里来的鼻涕？没有，就是讲的再现实一点而已吧。对啊，我都请别人指给我。哎，我刚刚没有讲到，刚刚那首歌叫《二十》，然后其实有一段是我很喜欢的哦，他有一个寄语，他说二十岁是人生第一个需要直面迷惘不再困惑的节点，面对二十，我们鼓足勇气全力以赴，回顾二十，感谢曾经没有放弃的自己，给追梦路上都会经历的二十岁的每一个括开引号他这样。然后他有一句也是让我非常有感触的一句，就是第二段吧，大家可以从副歌开始说。副歌说，等一下再讲副歌，我先讲第二段。第二段主歌，他说他竖起及腰的长发，他告别温暖的家，小小肩膀扛起的行囊，是青春梦想交换后的重量。嗯、然后我觉得，哦，他很，你说这个吗？嗯，啊，他大香哦，很香哎。对啊，我刚才想说很轻，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帮你拿上来的，我知道。对，然后我就觉得啊、哦，这很有感触，因为我也是就是小小肩膀扛起的行囊，真的很重，因为我只有真的很重，因为我只有一个大行李箱，但是呢，因为那时候搬东西过来的时候，就是真的很重，好，就是不是重点，对。咦，正好在开箱。因为我想 ，Oh my god！ 我在分享歌词。OK， 你先，他获得了他的买了一段时间的鞋子，然后终于到了。
然后那个包装非常漂亮，他很喜欢，而且很香，他很香，你怎么呢？他很香，对，哇，他回去，他开心的跑走了，对，好 ，Oh my God， 对，可以再停一次，好，鞋子箱是那个盒子箱 ，Converse，Converse。嗯，好，对，再听一次，反正就是第二段的歌词我真的很喜欢。然后我想说，因为我想很多人其实为了追求梦想，可能都有离开就是家的一个经历，然后就是都会有那种感触吧。就是很多人可能为了梦想而拼搏，然后也是经历了很多东西。然后他下一句就是我超喜欢第二段的，然后第二段是我不知道明天是否晴朗，我不知道明天是否晴朗，乌云走后有月亮，对，然后我勇敢着没怕岁月流淌，年轻的我从来明亮滚烫，就是虽然就是这个路上会有很多迷惘或者是就是不安的事情，但是乌云走后会有月亮这样子，然后鼓励着我们勇敢的去面对这样子，很棒吧，对吧，这首歌很棒，其实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又漂亮然后又就是写了很多故事在里面的歌词，然后副歌就是这里，世界它原来啊这样大，世界它原来啊这样大，很好看耶，对啊，很我的 feel 的，有耶，很漂亮耶，但它会太大吗？好像很大，有一点，鞋底也很好看耶，秋妹，好像看过，加个鞋垫子，这个是敲门吗？有个敲门吗？没有吧。因为他突然走出来了，对，好，继续讲 ，sorry， 那个副歌是世界它原来呀这样大，由着我犯傻，包容我梦话，时间是乘着风的白马，载着我去远方，去寻找我梦中的光，对，就是自己解读，对，然后最后一段呢，他就说，他决定去闯一闯，就算要乘风破浪。他眼里有星辰和海洋，微笑着翻开人生的第一章，就是这他可以是很多的人，可能是用一个第三人称来说，就是一个追梦者的故事，对，虽然这个他因为是陈卓璇他唱的，所以就是他其实有点像就是唱自己的心情，但是以第三人称的就是视角来唱这首歌，但这个他我相信就是很多人就可以把他带入进去，就是让自己成为这首歌的就是其中一个故事，所以推荐给大家，然后就觉得就是有时候就是可能的确就是真的会遇到很多事情，然后就是会让自己去听一下这种励志的歌，好可爱哦，好爽啊，第一次买奢侈品，对，而且就是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终于买到，谢谢华华的掌声鼓励，谢谢一粉色衣服，所以推荐给大家这首歌，然后虽然就是有些人可能觉得啊20早就过啦，又或者是说还没到，或者说现在就是20之类的，就是，但我觉得，其实就跟他的寄语一样，就是你可以是20岁在听这首歌，你也可以是面对20的时候
去听这首歌，也或者是回顾二十的时候，就是可能也有不同的感受。但二十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一个转捩点，就是一个面对长大嘛的一个点吧，我自己觉得。这首歌是二十，对，二十，谢谢雨的掌声鼓励，推荐给大家，耶、yeah ！这样子，硬糖少女303就解散了，对，好酷，很厉害。但我其实没有到很追团，就是很喜欢在一个节目上，然后遇到就是陈卓璇。这位歌手嘛，对，现在是歌手，对，然后就觉得对他真的很熟，然后对他很厉害，就是被他的歌跟就是他的想法跟他的对于音乐的一些执着跟一些，对，他唱歌也很好听，就被吸引到，所以就是后来就是一直都很喜欢他的歌。对，他真的是有成为我的目标，就是很想要唱歌跟他一样好。对，因为他也很年轻。对，谢谢蛋塔的掌声鼓励。还是什么？他选曲真的很好。他之前去那个节目，然后他选的曲真的是超级触动。对，谢谢蛋塔的掌声鼓励。这首歌很难过吗？我觉得还好，就是看你怎么看。对，我会觉得它是一个慢慢的诉说故事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会感慨，但是不到难过，对不对？感慨。叶老师，嘿、hey ，你想不想喝饮料？当然是可以的、啊。哎、欸，我真的是疯狂的想喝。液体就是水或者是饮料，流太多汗了。今天真的喝了两杯。买饮料吗？我喝无糖，我喝无糖，喝茶。不是，我喝凉的。OK。真的吗？我今天也喝，已经喝了一杯饮料了。对，而且汤。这没有，他有说液体？就是不一定是饮料啦，饮料水跟汤，然后那个牛肉汤面，就是我就是因为没有很想吃东西，但是他没有牛肉汤这个选择，然后我就点了汤，对，讨厌呢，那我去买拿我的奶茶，好像喝茶不会睡，因为我刚刚已经睡过了。2小时，所以我觉得我等下可能也不太会睡得着。我看看明天要干嘛，但我记得我明天也是，那个的，对，我明天，好，还好。牛肉汤也喝冰的嘛，因为是热的，可是那个时候有吹冷气，所以还好。对。好棒！好想成为一个全能的人，就是唱歌厉害、跳舞厉害的人。但比起这个，就是真的很想要，就是多一点表演的机会，就是可以就是想，就是可以展现给大家的机会，想要再多一点。哦，每次都这样讲啦，哦，没事。今天没有喝手摇，我长大了。如果等下再点一杯，我就会人生第一次一天喝两杯手摇杯。喝啊，好罪恶哦。点啊，要不先看？可以，等你一下播吧。我今天要很久哎、欸。为什么？因为我这个礼拜只播一天，对。没关系，没关系。但我忍不住了。好，哈哈，我渴了，先买吧。每天要两杯，每天两杯也太那个。
看可不可以在这里。谢谢钟莹的听花儿弹钢琴。闺女，嗯，回到我们的，哎，可不，可不，回到我今天就是一直在播可不，我觉得听这个心情很舒服。100万订阅，厉害，好厉害！小晴什么时候100万订阅？可不可以有 IG？ 大家可以去追踪。直接追了，管他，直接追。现在完全看不懂，真的是每个限动我都看不懂，然后每个贴我们都看不懂。连投票我都看不懂，我只看得懂他什么时候开播。可是那个时候，对，因为有时间。可是那个时候，那个，那推荐的吗？那时候他有一次好像开了个什么投票，然后我还拿去 Google 翻译去翻译一下。好有心啊！就是很想知道，但他不要。不是没有想尝试的吗？推荐什么吗？凯亚推特生日时是不是也100？对对，是，对，很棒。Twitter 对不对？嗯。Twitter 100万。好爱。除了这个。嗯。我也是。因为我。为什么你不喜欢他？我不喜欢他。是哦。他的茶，我不喜欢。这个这个对这个小贵还是哦这个吗？这个还好，这个没有很好喝。OK， 啊，可以啊，可以啊，这个也可以。谢谢小杰，哎，不是小杰 ，Hello 小杰 ，Hello 小芊芊。哦 ，Kara， 哦，我跟你们讲嘛 ，Kara 生日的时候，我跟张老板看直播。有啦，我有讲过，因为我甚至发现懂了，对对对，真的是。就算那天我那天怎么了，反正那天我没有很激动，可能有点晚，就是我没有到哇，有你有吗？对，我有，但是没有到疯狂。嗯，但如果是晚上11点的话，我们就会讲，我们真的会讲，就是2点，对对对。但是我内心是非常激动，特别是 Hinotori 的时候，我 Hinotori 真的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因为我在录，害怕爆音，虽然根本没差，但是就是很想要记录这一刻。嗯，对，嗯，想喝抹茶。今天可能到11点吧。最近的抹茶看好喝吗？哦，应该还行吧。我没有喝过这个的抹茶。对 ，Hello 奇威 ，Hello 夏夏。那这个的抹茶？哎，奇威，哦，没事。正常时间。但我每次都就是我不确定，但差不多2个小时。没有，我们还在看。哇！
们翻了跟斗哎、欸！哎、欸，我打开我的那个充电器。哦，哇，你们翻了跟斗哎、欸！还有芭乐柠檬多多好，我记得了，好。我有一件事情要就是宣布，但是只是因为今天我在高一才讲到，但其实我还没有完全的把这件事情确定下来，因为我们还有很多时间表还没有确定下来，所以我没办法告诉你们就是什么时候要做这件事情，但反正就是那附近，就是我想要办一场毕业不是毕业生日。因为我本来想说在诗雅的毕业公演之后会就是生日的那个会毕业生日会对在诗雅的毕业演唱会后到我生日那一天那一段时间你在怎么讲一次没关系啊你们就随便讲对不对然后就是这段时间，但我还没有确定是什么时间要做这个小小生日会，对，就是会在直播做，但我还没有确实的，对，但想大家可以就是准备，就是不是准备，就是可以期待一下，我在准备这样子。生日演唱会，对，有种也不能说没有不太像演唱会，但是就是对。就是比较有形式一点的生日会，对，企划都想好了吗？有在做，对，反正直播，对，庆生会，对，哇，帮我想好了，谢谢你，庆生会，没错，就是庆生会，对，不是生日公演，不是公演，不是公演，就是庆生会，对，我每年都越搞越夸张，对，虽然是有一点那个不确定，就是这个企划可以做多大，对，也不是说想要做多大，就是想要做的比较丰富一点，对，不知道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就是有在想做这件事情，就是对，因为真的实在是比较，就是公演也还没嘛，然后演唱会以外。然后就是真的比较少表演的地方，然后但是又很有那种表演运，懂吗？就是很想要就是做一些表演的部分，然后对，很想念舞台，所以就是想要自己去创造这个表演的机会，直接在直播上做一个很就是有一点就是没有那么像平常直播那样子，就是随意的感觉，是很认真在做一个生日会的感觉，对。但会在宿舍，应该是宿舍，因为对，就是不知道场地要去哪里，对，就是差不多这种感觉。对啊，加布丁和加珍珠抹茶，其实抹茶跟布丁比较大，但是要说我的话，因为我没有很喜欢吃布丁，所以我会选珍珠。我会在宿舍哎、欸，因为我觉得宿舍其实比啊，可是比家里你家的空间大吧？如果我们把都弄好，对，你有去过吗？没有，没有，对，看起来就是，毕竟这是一个多人宿舍，而且就是不会打扰到其他人，对，不会麻烦到其他人。不知道我在策划，希望就是大家不会觉得我对不对？乱搞事情，到底想搞什么啦？对，
他就是很想要办一个生日会、庆生会。欢迎欢迎大家，就是纪言，哪一首言？可以纪言给我。一二三，这是我的数字。二。我觉得我不应该要吃有料的。庆生会，对。喝清爽的东西，但我不知道喝什么比较好。红心芭乐汁。啊，很清爽啊。还是这个，但你不喜欢吃蜂蜜。凤梨冰砖，大家凤梨冰砖。他不是他买一送一哦。对啊。凤梨冰砖跟红心芭乐汁。我也喜欢红心芭乐汁，凤梨冰感觉很甜，有点腻。我觉得，我猜了。嗯，好像还不错。要开团购订单。团购订单，好啊。哇，有人猜到哎、欸，好厉害！我这样子讲，就有人猜到那个店名。好厉害哦、喔！哎、欸，你看了吗？看了，我回来了。因为我还没看。欸、他现在几点了？好，我应该应该是解说。宿舍群呢？嗯啊，就是这样，好像就是差不多把要讲的，就是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但还在筹备当中，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就是期待一下，一定会办啦。但是假如超过了我生日的时间也不一定，就是我不确定后面的时间表，就是还在调整，嗯，因为还要准备。来参考很多，就是那种，就生日都在干嘛？对，期待今年是22岁，22年，都很期待。我真的是每年都很期待生日，虽然就是不是怎么样，就是一个单纯的很喜欢过节日的人。是感满满，但是小晴快2年了，真的假的？时间是过得很快。
我觉得最近大家很常就是讲哦，怎么说几年几年，就是时间的部分。会有其他成员参加吗？宿舍我已经邀请了好几位成员，对。现在能公开的成员只有宿舍组，其他就是期待，就是对期待这样。不一定，就是不一定很多人来，对，因为我不确定，对，对，不一定，那些人，对，都不太一定，对。对啊，但有可能就是。就只有这群人，对，就是我们宿舍组小小的，也不能说就是我们宿舍组就在这边，就是简单开心的办一场这样。开心的办，对，生日很重要，毕竟生日真的是希望能够，其实生日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天啊，然后我是破晓时分出生的，所以就是从早上开始就是怎么说，就是新的一岁，就是会很期待那一天到来，很漂亮的这个，意义不明，突然打开我的。打亮，哎、欸，真的很漂亮。嗯，嗯。让他点嘞、欸。还是他今天回来？会吧。进来吧。对，最近真的是很热。好啦，差不多。最近如果大家有什么，就是，最近好像蛮推荐小新听这首那首的话，对，就欢迎推荐给我。对，我最近真的是，缺少一些新的能量。谢谢鱼的闪光星星，歌荒有这种说法哦，歌荒，你觉得要等他吗？我来问一下，他要不要？
哦哦有啦，他说他不用。OK。好。不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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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杯。别浪费钱。OK 好。别浪费钱。那我要把它冰起来。够了，为什么刚刚写不够？OK， 下单。小英自己有最近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吗？有没有推荐的广东歌？可以啊。哦，我先付了 ，OK。喝起来，当然还是会有的。人不可能没有压力。对。广东歌。广东歌我是不是有在听？我看一下。不知道去哪里，嗯。我开始怀念大学跟宿舍同学一起订饮料的日子。对，小心都会有一种安心感，看着太阳般的存在。谢谢你们。对呀、啊，嗯。落地樱花什么意思？明天事情会蛮多吗？嗯，就是算多吧，量来说是多，但中间有时间隔着。林嘉欣，好多人都同我讲话，最近都喺度听林嘉欣嘅歌。谢谢庄小妹妹揪四下。哦，潘朵拉拉压力太大就看看又哎，很棒哎，谢谢你。就是也不算是压力吧，就是嗯，这个感觉对。上个话题过了，不小心按到发送人，可是，嗯，
对啊，而且我一直在找可以补充能量的东西，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就是空空的时期，就是可能是喜欢的歌手跟团体跟偶像都没有发歌，对啊，就这样，对。谢谢熊熊的爱的小熊 ，OK。对啊，如果有一天，就是我也不知道，有一天如果就是我忍不住了，可能就会讲出来吧。对。对啊。差不多要下播喽，那我们，对啊，人生本来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对，好。那我念个排行榜好了，因为我们要关台了。天哪 ，QQ， 谢谢你们今天来看小青的直播。然后第十名是 Tabitalo， 谢谢。然后第九名是黑杰克，谢谢黑杰克。第八名是中银，谢谢中银。第七名是熊熊，谢谢熊熊。第六名是怀怀，谢谢怀怀。第五名是中和妙妙，谢谢中和妙妙。第四名是 Rapper， 谢谢 Rapper。哎，第三名是 CK， OK。CKMK 的头像是那个 Licolis， 第二名是阿成，谢谢阿成。然后第一名是信伟，谢谢信伟。对，嗯，希望一切都会顺利啦。对，就是做，我觉得我们问心无愧，对，撑下去，加油！谢谢小紫的看好你哦。如果有一些人一直嫌弃你、唾弃你，如果是小晴，我会怎么做呢？可能会很难过，就是嫌弃我，但是。就是这种时候也真的没办法，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哎，如果一个人一直嫌弃你、唾弃吗？我觉得就只能自己，对，就是哈，那你就唾弃他。对，我觉得就是自己打起精神来，就是嘴巴长在别人口上，就是你自己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样子。我觉得做自己是最好的，就是不要去，不小心按到别的东西，就是不要去。否定自己，对，只要你相信自己就没问题了，对，然后寻找那个愿意陪在你身边的人，也不要嫌弃别人，对，去找那个理解你的人，但是会难过，我懂的，会难过，对，因为有时候真的是很无可奈何，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就是哪一点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明明所有人都觉得好像没什么事情，但对啊，就是有时候就会发生这种事情，然后对很难过，对，就是但是呢，当然自己也会就是去珍惜，也不是说没有在做这件事，但是还是会伤心嘛，就是这人的情绪真的很正常，对，所以也不要觉得我不应该，就是我就是得开开心心，我觉得是可能是有点困难啦，对，但也只能自己打起精神来，对，或多或少还是会难过的，对，对啊，加油，
好，好啦，下次再说吧。我们下次就是下个礼拜的事情了，下礼拜就毕业演唱会了。下礼拜就毕业演唱会了，太快了吧！希望毕业演唱会一切都顺顺利利，对。然后，事情就，我想要就是顺顺利利的，就是，总之现在就是养足精神的，好把所有的精力先，就是留到那个。下的毕业演唱会，对，然后用尽全力去，就是希望，就是完成下雅的毕业演唱会这件事情，是我现在的头要的一个目标跟想法，对，然后之后的事就之后再说，对，大概是这种感觉。情人节快乐！天哪，谢谢，情人节快乐。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多多支持我们的演唱会，就是我不知道，我也觉得就最近就是很负面，就是我想很多很负面的事情，对，感觉是，而且下的歌单真的还蛮好的，优秀，对，完美。没有到完美，就是因为有很多就是中间很多插曲，但是对，但是几乎接近完美了，对。然后希望我们，如果我们就是那个更加应该说我们当天表演就是顺利，然后很希望就是能够成为就是接近完美的东西，对。感觉会哭爆，真的会哭爆，因为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排练的时候就是太常一起唱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子，但我是真的很容易就是在彩排的时候爆哭的人，对，但我觉得很丢脸，所以就是我不会这样做，我不会在练习的时候哭，我觉得这是有点小丢脸。因为歌单如果我是就是。但是不可能，因为我们一定都是经过练习才会上台，但是练习都是会有一种麻痹感，我怕没有。但你知道，就是有一个演出的那个震撼。对，我懂，就是上台跟练习会有不一样，对，一定有，一定有。我觉得第二首歌开始哭，但第二首歌我觉得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是你知道是什么吗？对，然后就是，但就是真的是一首很。不知道，就是蛮有感触的歌，然后原本还好，但就是近期就越来越觉得，对，是就是很好，对，然后就是感觉会放很多情绪去表演这件事情，对，我跟你说，我不确定啦，但我自己是觉得那个歌单啊真的会从头哭到尾巴，我觉得粉丝真的会从头哭到尾巴，对。对，而且就是有一种是想加油的感觉，对，我不知道，现在不能透露太多，但是就是对，就是会有一种哇，陈夏的毕业演唱会，然后非常，我不知道，我觉得特别是全员的歌真的会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下去，就每一首歌都有一些回忆跟就是想法，对不对？这就是这个歌单为什么会那么优秀的部分。这歌单我觉得是，对，我们做过最棒的一次了。对，毕竟是陈夏改，就是改了又改，讨论又讨论，然后最后拼起来的一个歌单，对。对，他真的准备很久，因为从我知道。虽然也没有，就宣布是宣布的事情，但是从我知道他可以准备，其实真的是他想了很多，对。当然比较气死。气死。对。
所以就是觉得大家真的要好好的珍惜。对，还有那个记得要带卫生纸。对，我觉得比起眼泪，你们可以多准备一点口罩。嗯，对，换是不是？对，哦，对，遮到鼻涕，可以去买那个西亚的口罩，很方便。那个什么，就我觉得眼泪还好，重点是鼻水，就是会很尴尬。所以，对我现在上台，我真是不怕哭，但是我真的很怕鼻水，没有卫生纸真的很尴尬。真的，太实际了。对，要带一包口罩。对，对，然后就是珍惜。对，我也是，我不知道，就是练习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很感伤的感觉。对，然后也知道，就是肚吐气虚。我想就是我们每个团员都很期待，也很就是珍惜这一次的演唱会。对，这大家真是很用心的准备。对，希望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是的，但我觉得我们的哭不是因为难过或者是感伤，就是一半是太棒，一半是感触，就是回忆吧。对，不舍成分比较多，但不是很难过。对，就是一个很感慨的现场。以前看日本的 AKB48 毕业，不知道是不是距离问题，就没那么真实。我觉得很看投放的感情，就是像是就是你越投放感情越多，就是越容易就是被这些事情触动。对啊，对，所以大家都很喜欢诗雅，所以就是投放的感情就会更多这样子。而且又是第一次的毕业，对，也不是第一次的毕业了。阿贝桑德也算是，就是对，但是第一次的，就是 TP 毕业演唱会嘛，对啊，嗯，但这件事就是，就是说，就是还是偏祝福。对，搞不好就是那天其实会很快乐，就是因为就是大家一起上台，也是上一次已经是3周年吧，然后中间我们都没有。对，没有什么表演，对，就是可能搞不好是很享受，就是跟大家一起的时光。这样太翘了。
好啊，对了，对，我要关台了，对，拜拜大家，祝大家今天早点睡，早点休息，然后祝大家就是晚安，对，拜拜。晚安。